诸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这个在整个的佛教僧团里面我们学佛的四众弟子有一个观念要跟大家说明，就是不要提倡个人色彩。这个个人色彩是很现代化的一个用词。因为佛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你们是跟着释迦牟尼佛他讲的经典来修学，不是跟着哪一个法师在修。有一些同修他很发心愿意流通金色的法宝，但是呢这观念要清楚，流通佛法你是依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在流通，不是依我们金色的规矩，也不是依我悟贤个人的规矩，这个很重要。清凉国师讲，当取信于佛，无取信于人。所以你要依着佛陀的教义，不是跟哪一个人学，跟哪一个道场学，那就错误了。这个道场，这位法师讲的是正法，是教你了生死出三界，教你成佛道，教你明心见性的。那随着你的根器，你可以去选择道场。有的道场是学禅的，有的道场是学密的，有的道场是学净土的。那么随你的根器，你可以选择。但是呢要依于法。这个观念在现代很多人都非常的缺乏。要是一般的人听到有人来医治，他心里呢一定非常的欢喜，他自己我相又增长了。有人来依附他，好像显得他很有功德，很能讲经或是很有智慧。但是在我来说我不这么看。因为呢佛法会衰败就是因为崇尚个人色彩。你是把法师当明星一样来看。这个就失去了智慧了。这叫做情深则理上。情就是你的情见。你的情见生出来了，那么你的理智就丧失掉了。所以这一种说法这种做法叫做感情用事，不是真正在流通佛法。相反的，还会对于佛陀的教育给予最严重的伤害。所以这个观念每一位学佛的同修你都要清楚，不是这个依哪一个法师或是依哪一个道场这个观念一定要记得。你要是用世间人的看法用世间人的想法来学佛那是错误的。所以佛讲的四依法非常的重要。在于这个四种的同修你都能够依止佛法。佛法讲的呢是心性。没有什么困难的。这近代不晓得哪一位他说这个见性很困难。实际上一点都不困难。为什么呢？
这佛性你天天都在用啊，啊，你现在在听的就是佛性在起作用啊，我现在站在这里说的啊，也是佛性在作用啊。啊，如果离开了佛性啊，就好像电灯泡没有电一样，不会亮了 啊它就没有作用了啊。人要是离开了真如本性啊，那他就不算是啊有情众生了啊，他也不能成佛了啊。无情众生要是离开了佛性啊，那他也不能显现了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所现啊，这个是佛教最核心的道理啊，这是佛教最重要的观念啊。那么你依着啊这个理论去修行啊，我们称之为从体起修啊，全性起修啊啊，那你就不会走错路了啊。不管你是读一部经还是读多部经，都不会走错啊。有一些人啊，很无知啊，怎么样无知呢？啊，他认为啊，我读一部经啊才叫专修，你们读其他的经典叫夹杂，啊，怕你走错，啊，读其他经典怎么会走错呢？那你要是认为读其他经典走错路，你是在毁谤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给你讲错了吗？啊，所以你读经才会走错路了，啊，这每一部经都是佛说的，啊。开出来的药方对治不同的毛病，对治不同的习气啊，所以你有这样的毛病，你有这样的问题啊，你就要接受这一帖药方啊，才能够啊改正你的问题，才能够把你的病给除掉啊。所以不是说啊读哪一部经叫做专修啊，读这个其他的经典啊就叫夹杂。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啊，所以修学佛法，啊，你要依法不依人，啊，这法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实相的道理，啊，所有的经典不会离开诸法实相，啊，这个原则你掌握到了，你看什么经典你都能贯通，啊，即使你是学唯识，啊，或是学三论宗。啊，你都能够有大成就啊，所以不是在于法门的问题啊。当然契合现在大众根器的啊，这世尊告诉我们啊，是净土法门啊，所以呢我们依净土法门来修，但是绝对不排斥其他宗教啊，其他的宗派啊，包括这个啊佛教以外的宗教啊，这样你的心才真正跟佛心相应啊，才真正呢随顺真如本性啊。那么你这样做就是落实普贤菩萨的礼敬诸佛啊，这一切法门都能成佛啊啊。所以佛讲八万四千法门啊，对治众生无量无边烦恼啊啊，你不能说哎，我就用一种方式啊要来解决全部的问题，这个做不到啊，不可能做到的啊。就好像啊一药啊一种药方啊一种药材没有办法治全部的病啊，一种建筑材料也没有办法盖好啊一整栋的房子啊，一样的道理，这跟世间的啊这些啊道理啊有很多雷同之处啊。所以呢修学佛法亦复如是啊，你能够一心一意念佛啊，你就一心一意念啊。但是呢啊，如果你有贪财的毛病，你就要学布施啊。如果你心常散乱啊，常这个犯戒啊，那你要持戒啊。如果你懈怠，你就要学精进啊。所以不是只有啊一种药啊就可以治全部的问题啊啊，这个要清楚。那么我这样讲开来了啊，那你心会不会乱呢？其实不要乱啊，不要想说啊，
我是不是来学点什么，来学点什么啊，学学其他的东西，那又有夹杂啊。所以重点要抓得到啊，你自己学佛，你要知道自己的毛病，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目标要确立啊，就是要明心见性，这个目标啊先认知清楚啊，然后你再来修学，你再来念佛，再来持咒，然后再来行六度万恨，那你就不会盲修瞎练了啊。如果佛教核心的宗旨你抓不到啊，你读一部经也叫夹杂啊，读多部经啊，那更是夹杂啊，通通都没有办法成就啊。所以还是回到啊最原始的啊，现在有人讲原始佛教啊，我们讲的原始佛教就是告诉你要明心，要见性啊，就从心性上下手，从实相上啊去了解，那么你对于啊佛教你就能够通达啊，你在修学佛法啊，你就有根基，你就有基础了啊。佛法的基础建立在心性，不是建立在世间法上面啊。那如果是建立在这个世间五戒十善上的话啊，那五戒十善的根基，它下面呢是三恶道，你要先造三恶这个十二业，然后呢啊受了苦报了才来觉悟啊。所以佛法讲的是顿超，尤其是大乘佛法啊，那是真真实实的顿超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核心要能抓到啊，那在佛教里面啊，绝对啊不要有个人色彩啊，或是崇尚哪一位法师，或是崇尚哪一个道场啊，这个很重要啊，不然呢啊，这个佛教啊它会衰败下去啊，就是因为大家的观念错误啊，方法错误，还有呢学习的这个目标错误啊。所以你看到现在佛教只剩下啊做法会啊，求平安啊，初一十五啊去道场啊做个法会啊，供养佛菩萨啊，这个一点香花水果啊，他就算是信佛了啊，那这个叫做民间信仰啊，这不是真正的学佛啊。所以学佛你要对于佛法的道理要能够认识啊，要能够知道，那么才是真正的学佛，真正的了解佛法。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